还得饮食有控制，因为吃多了就会长胖。尤其运动员的伙食相当好的，这是教练员紧跟着，这个运动员一早上吃2个饺子，睡觉的话，教练员得拿过来一个，就是根本不让天他吃饱的，不让他发育，不让他长高，不让长高，不能长胖，体重和体操一样，跳水体重要比较恒定的。它音的一变化，那个下水以后压水的角度也不同了，重力加速度都在改变，所以它控制很灵的。